我赢，是千仞雪，看我的！哎呀，打歪了！小雪淘汰。好，是朱竹清，嘿嘿，边山高很容易，啊哒，兄妹过关，下一个大宝，终于轮到我了。大宝摇到了小五，加油哦！青蛙舌头击到小五卡牌就可以通关。手气不太好，我试试。恭喜大宝过关，耶！大宝哥哥好厉害，这下总轮到我了吧？我赢。小贝摇到了唐三，哦，还好。小贝姐姐，你肯定没有我厉害。谁说的？我一定可以。啊，失败了，还挺难的。小贝出局，不容易吧？大宝，先别得意，现在场上还有熊妹呢，你们需要一决胜负。大宝哥哥，我不会让着你的。来吧，我也不怕，我来替你们摇。是千仞雪，简单，看我的。大意了。大宝淘汰，熊妹获得第一局的胜利。这是你的奖品，让我看看是什么好东西。哇，怎么是芥末？不好吗？我觉得芥末味的薯片可好吃了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先这样吧。下一局增加难度，移动魔法。哦，好难啊！完了，游戏开始。我先来，是小五，没打中。小雪淘汰，我来试试，我赢。是朱竹清，我来瞄准一下。大宝，快点啊！哎呀，算了，不管了。就知道打不中。大宝淘汰，我肯定打不中。我弃权，我试试吗？不要。那小贝来，好，我赢。烧死卡，小贝淘汰。奇怪，有这么难吗？有。那好吧，我来降低一点难度，禁止魔法。接下来我来摇，摇到谁，你们就去瞄准谁，比速度，看谁又快又准。这个我可以。好，游戏开始，我摇。是奥斯卡。耶，我打中了。好快的速度。小贝姐姐，你太强了，好羡慕。小贝一分，下一轮。是朱竹清。打歪呢。耶，我终于打中了。小雪一分，是唐三，我突，耶，我有一分了。大宝一分，就是我没有了。是千仞雪，熊妹一分，我也有分了。不是，小贝姐姐，你们怎么都不动啊？因为熊妹也要有一分，这样我们大家都有了。好感动。现在大家各有一分，游戏已经进入了白热化阶段，最后一分会花落谁家呢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是小五，是那这次不算。是啊，谁赢了？让我用魔法看看，回忆魔法。好了，第三局游戏的胜利者是大宝。太棒了！我的奖品是什么？给你。怎么是纸压板？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呀。我不要你觉得，我要我觉得。小朋友们，你们喜欢我的礼物吗？在评论区告诉我吧，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